这个猪蹄子比我好看，它比我好吃。等一下，你这个谁吃你啊？它比我贵。汤米奥克九死路一条。成功人士喝汤。成功人士吃饭。成功人士继续吃。你拍胜你，拍胜你。说谁有什么好拍的？哪有你成功啊？我可不成功，你别拍我。薛瑞同学，请问这是在你在严重的最后两天，你有什么感想的？你现在就像那个宋小宝，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。你毕不了业。这哎，那笑疼。毕不了业，你有什么遗言要我们带到吗？照顾好我们家的猪子。你家哪有猪啊？我们家乡下有猪。我们家乡下，你家乡有猪呢。我们乡下二舅爷爷家有一头猪，臭死。跟你一起生活，我还是五年前去的，不知道那时候。哎呀，别让那个养鸡，我你吃的不想，我估计我能自己把我家养鸡场的鸡都吃了。上次不是广州养猪场桶子倒了，死了几天猪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老板蹲在地上，蹲在地上哭。这么好呀！猪子死的太可怜。哎，不对，珠子，如果那个你赶紧把它拾起来的话，那不是还能吃，还能吃呢？肉不是一样？哎，对的，有那个猪坚强的呀。还有杀了超老怪。没有啊，就是高速上如果有猪，还有上次好像还有猪跳车跑的呢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呀？就是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跳车跑的薛瑞。这高速上不是老有运猪的车子吗？哦，对的。新闻说一个猪子跳了跑掉了。打他！他那好吗？那我哪有那么花痴呀？来张蔡那模仿秀！蔡那啥？蔡那你就死定了！我跟你讲，还有蔡那高歌，他会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呢？落花。是不是那个？在昨天给你唱那个，我怕来不及。对了，我怕来不及。他在上课的时候就突然冒起弓那个歌词，然后在那边扭。就因为我跟刘子和对他说了一些话吗？就都怪你们，我的生活现在变得如此艰难。你就是这位同学，他正在收拾垃圾袋。给大家演唱一首《Force》。还是老人。你问孙东城他唱的有多难听？哦，我在我视频里面剪辑到你。问孙东城的，我把他们唱最难听的唱录下来，你模仿一下吧。Only Fool。不要拍。关键行政变成了那个福利院的，然后就是依法行政，然后这